方博是非常善于搏杀，我会善于发肠子。因为在这个今天之前的比赛中呢，而且粉丝这声音吧，通过我们这个话筒到我们的耳，是不到最佳的这种感觉。发球。是吗？有组织，有组织。对对对，这球迷会可厉害了。你没听到吗？带节奏的是位男生，在夹缝中是吧？马林指导，这个您这个也有啊？哦，漂亮！估计还能再照一下方博的粉丝，在人缝中也求夹缝中求生存吧。其实我觉得也挺考验方博的，因为其实还挺大的，我觉得。对，其实我感觉对于季科的考验更大一些。哦。对，因为有这么赢了，感觉好像晋级了乒超联赛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而且之前刘，四发球。我以为是纹在脸上，各大明星演唱会上啊，听到这种的。这应该是一个自己在说话较劲啊，之前聊到过去。哦，出力发球。哦，而且啊，这球这球出界了，那上手漂亮。其实这也能反映出了一种内心的还是燥啊。漂亮，还有。衔接更加紧凑一点，这样会好一些。比赛啊，不能光想着这个胜负的东西太多了。基本上感觉到。他吧，还发衣服他了。发衣服了是吧？擦网啊！擦网！擦网！看看有没有回放啊？哦，季科说他发衣服上了。哎呀！然后他都擦网，对，如果有回放就好了。哦，他吧也想减少无谓失误，是吧？但是要减少无谓失误了吧，这个击球的质量就。
到下礼拜呢，到十号啊，所以这个备一点这个什么中药啊，润喉糖啊，胖大海啊。哇，漂亮，真漂亮！你看，这两个都是不会输，是可能一开局还是想抢一下，对。对对对，又是一个，又四个，你看，又一个，又是一个，哦，难说啊。很少了，这就是乒乓球一种进步。啊，对，你看，其实摆一下，这好球，球还很激烈的。哎呦，哦，漂亮！这两个球真漂亮。气氛还是打得非常好。第二场胜利。